记了，因为钟玉凤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正气。然后今天很高兴他可以来。哎呦，其实我好紧张，你录了我好紧张，你不要讲话，你不能讲话，因为要保持一种很酷的感觉。我等一下讲话，然后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如果你觉得是的话，就是弹一下；不是的话，就弹两下。然后你觉得真的你在鬼扯，你就弹很多下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现在紧张吗？测试老师有没有在专心的。我觉得我要问什么，你后来有听到我们录好的东西有喜欢吗？然后我觉得今天，因为今天大家有点亢奋，这一排啊，因为我是二号，到那边都算，这边都算是地狱豪景第一排。我会觉得地狱豪景第一排的观众的层次就是有点不是很好，就是气质不太好，跟你不太配。我要问最后一个问题，我真的很诚心的要问，钟玉凤，你会不会很怕我今天搞砸你的表演？